8公分，另外再准备28G 的圆线50公分。好，那我们先将这个10公分的22G 的圆线由中间处对折，对折之后，这里我们要稍微的来调整一下这个幅度，这个心形的幅度。好，那基本上我们做的这个是在这个地方，等一下折回来大概 0.8 公分左右。好，那我们稍微的折一下就好，要把这个线稍微的调整一下那个幅度。再把第二条线放进来，那一样中间的位置也要在这里，那我们先将这个28G 的线细线大概中间的地方，这50公分，所以我们大概取它的25公分左右的位置，由这一条短的8公分的线的中间处开始绕5圈。好，那我们尽量的让它要密合一点点，不要开开的。好，我们再把这个放进来，那这个最好是稍微用工具让它这个地方稍微的比较密合一点点。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刚才已经缠绕了这个5圈的这个8公分的这一条线，跟这个有一个折角的这个放并在一起。好，那我们刚才已经绕短线短八公分的，目前在内侧。那我们刚才已经绕5圈了，接下来我们要绕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8公分的线目前的这个有没有在中间，所以要稍微的看一下那个位置，两边都差不多长，差不多。那我们现在开始要来做缠绕的动作。首先我们先将两条线一起八公分的在内，那有折角的在外面，先将两条线绕2圈，之后只绕单线里面的这一条5圈。第二圈，3，要拉紧，而且确实要有让它密合，不要离得很远。4，
圈的。好，那接下来就是绕两条线两圈，那这个线要让它并起来，并拢，不要开开的。那我因为在拍摄影片有角度的问题啊，那我尽量就是这个一定要让它密合，然后把两条线捆一次，一圈两圈。好，那接下来还是一样，继续再绕内侧的这一条线五圈，那重复这样的动作，就是里面的内侧这一条线绕五圈之后，就外两条线前后两条线一起绕两圈。好像这样子，我们已经绕了单侧哈，就是由中间开始的地方五圈哈，内侧这条短的八公分的线，我们绕了五圈之后，就两条线一起绕两圈，在内侧的线五圈，然后再两条线一起绕两圈。那大概要编多长呢？大概就是要两公分左右的，就是由中间点到这个地方大概是两公分左右就可以了哈。那最后我们是要结束在这个绕单线的地方。那另外一侧也是同样的做法，我们一样，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反过来，就一样的方法来编制哈。那一样，这个线就是要把它并拢，不要让它开开的。好，那刚才这中间的地方是绕五圈哈，中间这里是五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绕两条线两圈，再绕单线五圈。我们每一圈都把它推进去哈，不要让它离得远远的。三，四，五，然后绕两条线两圈。这里看到两条线嘛，好，那这边也是一样哈，好，接下来就是这里五圈，好，就里面这一条绕五圈之后，就是两条线一起绕两圈，这样的方式一样把它编两公分左右。已经完成了两侧的这个编织的部分哈，那我们现在要来调整这个线，做成一个心形的形状。我看一下，这个是扣具的，等一下，这个是要作为扣具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调整。这边是接的，那这边就是新的那个幅度，把它调出来，像这样子。好，那我们要慢慢的调，用手慢慢的调，不需要工具，把那个幅度调出来。这个四条线我们就让它交叉，基本上那个单线的绕单线的那个是在内侧，因为这样看起来会比较细致一点点，这个幅度要往下压，它才会那个新的形状才会出来。那等一下我们要取这个这个会有四条，这个下往下折的这个四条线哈，那等一下我们要取一条作为那个连接那个西圈的那个这个上面的这个
元哈，这个扣环的部分。那剩下的三条我们就要在这个新的中间去做造型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要来取这个，外侧的这个这一条，或者是这一条都可以，只要是靠外侧的一条线。取其中的一条线，我们要来做那个与那个扣那个吸圈连接的那个地方哈。那这条线，等一下我们就是要做那个，就是，圈圈跟那个手链结合的那个位置的地方。好，那这个是基本上会有三条线是朝下的，那有一条线，目前是一条线朝上，那我们就用剩下的这个28G线去把它稍微的固定一下，缠绕一下，这个。利用28G线取任何一条都可以哈，我们只是要来这个交叉点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的给它固定一下。所以为什么它要结束在这个绕单线的地方哈？因为如果绕双线的时候，你这里就会比较麻烦，那一定要拉紧，绕个三圈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直接可以剪掉。那刚才那个另外有一条线，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剪掉。这个刚才折起来的那个90公分的这一条线，我们大概留0.8公分左右，然后以这个圆柱钳工具把它折成一个圆。等一下要跟那个手链去做结合，就是一个连接环。那剩下的这三条线，我们要在这个中间来做造型。你可以借助这个工具哈，因为它比较短的时候就比较不好。那我们就稍微利用这个工具，我们稍微的辅助一下。把它做一个结束，不要勾到手就好。那因为我们有三条线嘛，那我们就可以去就是做不同的位置做那个造型，那也可以加入珠子，好像这样子把珠子加进来去绕也可以哈。那就把这三条线绕一绕啊。只是让这个线就是这个心的中间不要那么空洞，这样子而已。
比较长的，我就可以来加一颗珠子进来。这个尾巴不可以是直的哈，你要稍微把它卷回来，它才不会勾到你的手。要卷一个圆的。如果像这样把它剪，干脆就直接剪掉。那最后我们再把这一个这个刚才一开始做的时候折起来的这一个，再把它往内折。以圆柱钳把它往内折。这样就一个心形的扣具完成了。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接在这个手环上面，这样子就形成一个扣具。